进党啊，我支持蔡英文，我支持郑文灿，我爱民进党啊，那我要去看别的旅游，为什么？兄弟条款，兄弟条款，兄弟条款，人家真正的行政院副院长就是这样在照顾，难道人家可以顾？这么爱民进党，我不能顾吗？我也要好好来照顾。那新中立委有什么看法？我想，就像我刚说的，我的原则一向是不回应与人身安全和性别暴力无关的个人感情事件。那任何个人感情事件的细节，我想，应该是由赵委员他自己回应。好，谢谢。那我这样好。那甚至连郑文灿都被爆说，就是有在饭店开房间。这部分我并没有，还没有看到。那因为我现在需要去签到，那我想我刚刚讲得很清楚，那我过去的原则也一向如此。觉得会冲击民进党的选情吗？因为王必胜的事情，感觉那这部分也不是我能够回应的。好，谢谢。那换呼吁，就是赵天宇再出来道歉或退选。我想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我的原则一向是不回应任何与人身安全和性别暴力无关的个人感情事件。那过去是这样，这次也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那谢谢大家的关心。那会站在他老婆的立场想，就觉得我想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好，谢谢，谢谢。